刚有人 demo DB 嘛，那我也只有 DB 可以 demo 哈。当然我这个人长得比较漂亮一点，因为我用比较那个。那我是议员有塞进去，然后因为台南他们那边也有做嘛，台南的也塞进来。那因为现在那个 UID 还不知道怎么定，所以就用姓名加生日这样子。然后本来是有很多 file， 然后我看了很多会议记录了，也算是一种进度。对，然后也把用 Word 把那个会议记录整合成一个 file。那我本来是想要把程式从一有投报指南都拿来用，然后在改程式的时候就觉得说以前程式写得很烂，然后想要重写，然后结果就都失败了。对，就可见那个这几个月没有什么长进。啊，就这样。